老太爷找了你半天，你咋是这挖地了？我把地里草除好，马上要种庄稼了。你一天都这么累，这么大年纪，天天都喊我在屋里坐坐，我出来活动下筋骨，锻炼下身体。你在这慢慢挖嘛，我去采点蒜苗炒葱子，剩小笼包子。要得。你要回来吃啊。哎。大嘞。这么小，这么小一个。看嘛，拔萝卜要拔这种萝卜嘛，好刨坛子啊！来好了，走，我们还去蒸包子。今天来给老太爷做个酱肉包。把肉切成片，再拉成丝。喂，老太婆，你今天在给我做酱肉包嘞？我哪一次不是你要吃啥，我都给你做啥嘛。那我去把面给你和去啊。我早都喊大哥和好了，上去把火架起吧。好嘞。带点生姜。把水汽变干都可以放姜末了，甜面酱和豆瓣酱，咋可以起锅了？婆，你看这个面发的好吧？还是今天这个面发的好嘞，快再去拿点干面粉过来。那好，我顺便洗个手。切好的蒜面、葱花、椒面、胡椒粉。再来点盐巴，搅拌均匀。哦，来，干面粉来了，干面子。干面粉来了，撒点面粉。婆婆，面都做好了。啊，都做了。等下我来嘛。是不是真的吗？婆婆，你看我学到你的精髓没有？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婆婆，你看我这个包子做的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老太婆，酱油包包好了吧？爷爷，你饿了？就是有点饿了。那我给你煮袋米粉填一下肚子嘛。可以。来，老太爷，粉儿给你煮好了。嗯，好吃嘞。碗汤你快端到那儿去坐着吃啊。哦，要得。再把火加大点啊。好。耶，那个馍馍切得好嘞，真的。小笼包都变成大笼包了。你管它啥子包啊，吃了看香不香就对了。嗯，吃到好吃就是了。你看看啊，这个包子好吃不嘛？好吃，老太婆，今天过节你辛苦了，多吃点啊。好，你要多吃点啊。我吃得多。